魔时候放下，识魔时候就没有烦恼。识别每一种创伤，都是一种成熟。十一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十二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，是苦了你自己。十三点，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十四点，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十五点，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。请你多口下留情。十六点，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他一口吗？十七点，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十八点，请你